元音之十好像是。你说话发音清楚。咱们要去做元音之石，元音之石就是要在7天之内被拯救的一块石头。你们好，我是元音大陆的系统露娜九千年。接下来的7天内，我将为你们指引盲盒，智能机器人柱子会成为你们的任务帮手。那我们问智能机器人柱子，哎，你好，你好，你好，哇，咱们俩是好朋友，你好，你好。哎，柱子可以滑动，每回一滑，柱子就会嘿嘿，痒痒了。元音大陆的原居民们，早恋节后可一起完成闯关任务。怎么样完成闯关任务？玩家每次登录可选择不同的元音伙伴。哦，每次要选择，一上来就开始分队，分崩离析，然后就开始互相竞争了。是吗？只有一组能活下来。你这个人怎么这样？一下推你的队友。六位地球玩家请注意：秦霄贤、萧敬腾、小鬼王林凯、徐梦洁，请你们先去小链接舱。我们走了。小链接舱。哦。就走这是吗？小链接舱，小链接舱，小链接舱，小链接舱。哇！有神奇的能量。Hello。扣扣扣！全程我不知道跟谁对话。在吗？在吗？你坐那边吧，你别过来啊！什么别过来？咱俩一人占一个沙发，咱们俩在一块过日子吧，挺好的。不，这才刚开始啊！可以，7天呢，没事，忍一忍过去了。他让我们俩干嘛呢？我知道了，就是想咱们两个人来选那个虚拟人物，应该是，因为看上去他们都是我们很有特殊的潜力，他们有自个儿的，对我们。啊，是不是好货都留给我们俩了？那当然了。他们四个人是那个就怎么说大波轰轰分配的，咱们是自己可以选的。在吗？有人吗？你们好，我是柱子。柱子，柱子。你们好，我是柱子。你们可以链接的原因伙伴已经就位。哦，在这儿呢。选人是吗？哇哦。所以我们的原因伙伴其实是虚拟人物，这很像从那种苏鲁从游戏里面走出来的人物，有没有觉得？对，就有点像那个游戏的英雄走出来的。对，王子。但这个就很现代了，我感觉这个叶悠悠跟这个林开开，我觉得有 CP 像，有没有？哎，对。我有个问题，这布鲁为啥穿一红袜子？你看得太细了，你看这么瞧一个。这为什么说他可能是本命年的还是？哦，你肯定是中间那个。为什么？中间你肯定就选他。什么哪个？男爵。中间这个小绿色那个。你看这个男爵跟我穿的一模一样的鞋。那我先选了。我选择的是男爵。小鬼王林凯与男爵达成链接。身高182。哇。强大的易容术有时会伪装成对手的模样，模仿变一场魔术。哦，我个人很喜欢小丑嘛。其次呢，我是看他的形象很好，然后感觉很有人格。我觉得豹男也跟你长得一模一样。你是说肌肉的部分吗？对对，你这样。白手套也一模一样。我选豹男吧，选了一个又有动物角色的，又有那种战士的感觉，我觉得很开心。萧敬腾与豹男达成链接，根本一模一样。拥有强大的自愈能力，在音乐声量越大，音乐越快的氛围下，恢复速度越快。不然选个女的好了。那我觉得给你选个女的。哎，选女的还不错。选女还不错。哎，可以选女的吗？
啊，我喜欢夜悠悠这样。我要夜悠悠，让我选择一下。我虚拟人物，你要体验一个不一样的人生，对吧？作为一个女孩是什么样子？你感受一下，我只是想看一下，对不对？叶悠悠真的长得挺好看的，你做的。莫非感觉她穿的跟我差不多？今天莫非你有想法吗？哎，跟你脸画的那个妆很像，是不是？对啊，你选嘛。我想选莫非。徐梦洁与莫非达成链接。哦，改装的机械装备坚不可摧，拥有力量和防御力。哇，我是一个拥有力量的，让自己变得很强大，可以去帮助和保护更多的人不被伤害。就他了，拯救地球的事情就交给我了。我觉得莫非非常完美，他腿好长，腰好细，脸好精致。这个瓦力其实挺帅的。瓦力他身体里面可能是就是一个小孩子而已。对，他坐在身体。不，瓦力其实可能真正的操控者其实是那只鸟，你知道吧？瓦力有点好玩。好了，我就选瓦力了。力大无穷，徒手破巨石，宠物鸟会散发具有催眠效果的彩虹音波，对对方暂时失眠，失去战斗。休眠不是失眠，让对方失眠，让他睡不着觉。就这个里面应该机器人会好玩一点。我当时想的就是说，我是钢铁侠。玩家选择完毕，请下楼主动电话。走 ，Go。暴男。柱子，请再告诉我们一点点细节，我们要去哪里找到我们的原因伙伴？谢谢你了。你们好。你们可以链接的原因伙伴已经就位。这柱子是三句半吧？就是为什么老说一半就没了？那你猜？已经就位，在哪儿就位啊？是在朝阳区那边吗？在哪儿？大张伟、张雨绮，请你们前往小链接舱。小的？要多小啊？哦，那就是这边。嘿 ，Oh yeah！Yo Say what let's die 到了小链接舱，让我们非常惊慌，每天都看到我们都在这大张来了，这边哇，哎，这个感觉看上去就是小鬼吧？本这长得很像小鬼，你觉得吗？都像小鬼，我觉得这节目啊，就是靠就是按小鬼建模的，全是小鬼。哎，我喜欢这个戴耳朵的，我觉得这个耳朵特别好。暴男是不是？啊，哦，这个真的是太是我的菜了。你要拍灯了吗？这位男嘉宾？你不觉得他很有那种性感的气质吗？比如说你要唱歌的时候，他不可能把你声音变了嘛。然后，但是你表演的时候是暴男在那儿弄，但是他是一个哦，你的声音其实也通一下啊，谢谢。就是你跟他刀郎差不多，就是那种女刀郎嘛，你不是？然后那我就选暴男，我觉得选暴男吧，挺可爱的。暴男，你被选择。谁？为什么我们不能先选？我们是因为岁数比人家大吗？还有萧敬腾老师呢。不是，咱们不能先选，原因很简单，因为咱们那个飞机比他们晚，咱们晚到了。男爵有人选了吗？男爵已被选择。我就说嘛，一定有人选小丑了。那我也就只能选这几个女孩了。哎，那西佳佳怎么看着像哪吒呀？西佳佳呀，在我心目中您是什么样的吧？我觉得您特别配这个芬妮，好看。尿尿，但是你看莫非呢，其实适合任何的歌，因为它就好看。它比如说 disco 也可以，然后未来感的歌、慢歌都行，因为它很代表未来那种感觉。莫非有人选吗？莫非已被选择。走了，没得选干嘛？走。你这是什么客服？不配了。对，这什么客服啊？有问题。
哎，没人拦一拦吗？手都伸出来了。对，哎，没人拦一下吗？没有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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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没有拦。王祖蓝没来。然后呢，就是问题在于吧，你看几个穿的有特色的全被选了，气死了。那你选择虚拟形象的时候，我看你其实还有纠结呢。没得选好吗？你们快闭嘴吧。